不好，快去看看。阿若娘子，阿树小弟，你们暂且先躲起来，待安全后再来。盗贼凶狠，两位郎君可要小心。还有活口。Thank you.
除害，正在今日。谢少年郎相救，这群山贼作恶多端，我爹正是为护着我们而被。两位切要小心呐。Thank you.
谢两位少年救下我一家。我儿莫哭，别怕啊。小姐，我家小女方才被贼等掳走了，求二位相救，求求二位。二位相救，少女烈火贼人往前方去了，我还有一把力气，愿和二位同去杀贼。娘子，阿叔小弟可有伤到？我二人无事，但乡里……阿若，你娘亲被贼人掳去了。娘，这位乡亲，正理就是……哎，多谢两位郎君相救。贼人是附近一只黑山贼，首领唤作余毒。凶残暴力，趁今日佳节突然就率众贼来此劫掠，好多人都被贼人掳去了，恐也凶多吉少啊。哎呀，屠了他家，父亲葬亡，子弟俩与母亲相依为命，
只有悔。哎，香莲陷于贼手，又岂可无动于衷？阿若娘子，请安心静养，我必将你娘亲与香莲救出。夏侯郎君，贼徒众多，又残暴凶狠，郎君莫要轻生犯险。除凶去害，本就是我二人志向。乡民陷于余毒之手，我等既已知晓，便不可弃之不顾。正是，兰妃鲁莽冲动之人，贼人虽多，不过乌合之众。我等此去救助乡邻，不会无谋硬闯。阿若娘子不必客气，快些带阿树歇息去吧。且放宽心，静候佳音，待我等归来便是。既如此，杜若且先带香菱谢过两位郎君。两位千万珍重。
这位娘子，您可还好？多谢两位英雄，我没想到此等虎狼食人之事，尚有人能来此除贼。两位武艺非凡，我母亲妹妹都还被贼人囚禁在寨中，求两位救他二人出来。娘子放心，一切好生安详，我二人一定尽力而为。
来救你离开。你父亲母亲呢？不知，他也被抓到别处。不必害怕，来路贼人皆被杀了，你等快快下山回家。酒池肉林，好酒好肉伺候着。如今你爷爷喝好酒吃大肉，岂不如那皇帝一般快活？想着张燕做了咱们黑山老大，满口仁义道义，守着什么死人规矩，哪知此种滋味美妙。正是正是，跟随大王喝好酒，吃嫩肉，快活快活！瞧，瞧瞧，新鲜肉食不请自来。罔顾天理人伦，所行之恶人神共愤，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。此等言语爷爷听了数年，将此辈来人煮了一茬又一茬，你二人不如乖乖听我的，快些跳进汤锅吧，也省得你爷爷一番麻烦。数年，余都，你也逃不过今日。今日，我夏侯兰便要取你狗命。你小子细皮嫩肉倒是不错，就是太能说，一
一定是个腐乳，也不知肉味酸不酸。待爷爷将二舌头割下，尝尝滋味。众二郎，这个，
放得下酒。可有哪位见过杜若娘子母亲？寨中可还有其余被掳乡民？我等皆被囚在那西边屋舍处，贼人每须人寻欢作乐，便将我等，便强迫我等来此施酒。路上贼人，我二人皆已处置，你等小心下山去吧。子佩，走，去西寨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